绿树环绕、瓷器原件的简易教室，承载着孩子们希望的未来。三月到六月是缅文学校的假期，代之镇德巴村里却充满着朗朗读书声。英语课培养说读写，算术基础也在此时加强。English subject grammar 对，都是对讲对他讲的片面，哦讲啥哩对他讲的，他是说那啥对这个哩的，阿龙语，都是那那没那个对，你还就去吧那些。教育资源带进来，孩子们不用再羡慕别人上补习班，甚至有慈亲哥哥姐姐分享近思语，可以学习中文。等下今有啥人话啥古家看路线，话你那边下马定位了，对下哪条我们就接路标的，古着下等下今有就接的。天地之间都是大课堂，四十多度高温也不怕，排排坐，拿着题目在同学背上写近思语，一个传一个，是竞赛。但也了解到，时时存好心，说好话，可以打造幸福与和谐。我有嘛啊！哎嘛，因为话俺因少年也看哩个，过去嘛就米包边米姑娘边哩大庙，到头先啊，两嘛端哩两哩呢，路苏娘可落哩做哩都哩啊，既然叫嘛端边呢，姑娘边大庙配边大庙喏，阿里庙哩恁是个表面来在。人人互为善之事，随处都是好教材。德巴村孩子们的暑假没有空过。大安新闻草组会黄路发、太佐佐缅甸报道。